今日是復活節假期的第二日， Cambridge 那裡就會有一個 Volkswagen 的甲殼蟲的車展，現在我就準備去，現在是早上的大概八點鐘，其實很近的，二十多公里而已，很快就會到了，一陣見。而家咧，我就喺 Cambridge， 因為 Cambridge 咧今日咧就有個Volkswagen 嘅甲殼蟲嘅車展。咁其實呢個車展咧係佢哋啲車主自發組織嘅，每一年咧聽講有一次。喺我右手邊咧，同埋喺我左手邊咧，都有唔同年代嘅甲殼蟲啦。咁喺我右手邊呢一排咧，就係六十年代嘅。喺呢一排嘅後邊咧，就係五十年代嘅。咁仲會咧係有啲舊啲嘅。Thank you.
totally different. I thought it's a real dog there.後面呢一部咧就係我同事嘅車喎，佢咧就準備咧請我入去坐下喎，啊，真係要近佢感受下啦。原來好細噶，點細法咧？係嗰、那個啊，呢度係好直嘅，呢度係好直，真係好直。而且個人咧就係、是、咁樣，真係都幾得意嘅，即係腳咧就可以伸，只腳可以伸長啲，只腳可以伸長啲，但係咧就好似即係個鞋咧好直嘅，比較直嘅。咁除咗太直之外咧，感受唔到乜嘢。咁啊，張凳咧就好窄咯，即係唔係好窄，即係好緊湊咯部車。咁然後後邊嗰一排咧，唔知點入嘅啦。呢、这個車展其實仲有一啲叫做、Type 1。咁呢個 Type 1就係、是一啲大眾嘅，即係 Volkswagen 嘅一啲旅行車定係麵包車嚟。咁除咗嗰啲車之外咧，喺我身後邊咧，仲有一啲 Volkswagen 啲車咧，就唔似大眾嘅設計喎，即係唔似佢哋啲設計喎，係似一啲意大利車嘅設計嘅，即係好似一啲跑車啊。一啲意大利式嘅好流線型嘅車設計，但係咧佢哋都係用緊同樣嘅引擎嘅喎，係 Volkswagen Beetle 係用緊一啲 1.5、1.3、1.4 甚至 1.6 或者係兩升嘅引擎，咁佢哋嗰個設計咧就係、是、好似電單車咁樣嘅，啊，即係佢唔係四個缸一齊嘅，佢係一嚿兩嚿三嚿四嚿分開，咁然後有兩個然後有兩個吸氣的東西進去。
其實都幾得意嘅。